大家好，我是2021年6月24日出生的宝星。今天我们要宣布件事情，今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不集体亮相了。说完散会。正经点儿，不要调皮了。嘿嘿嘿，开个玩笑。今天我组织了一场跨洋班会，和这届旅居境外的同学们线上见过面。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2021届的同学们，这是噗噗，这是金宵，这是轮回，这是亚瑟。现在和我们连线的两小子是我们旅居大学的同学，终于和你们见面了，你们想我们了吗？还有旅居西班牙的同学们，你们也有暗示卖萌吗？我们这边的同学们都要好好吃奶，茁壮成长，你们也要快快乐乐的长大哟。今天的班会除了和大家云会面，还要给大家留个作业，要健康成长，按时吃奶奶哟。今天的班会就到这儿了，最后我们2021届的同学们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悄悄说一句，成都熊猫基地2021届新生展国庆节都会对外展出，记得来看我们哦。